PS5 的游戏光盘从哪买？这里面分全新的和二手的。这张麻布仔大冒险我是从某宝买的，好像120。这个老头环我是从某鱼买的，二手的。其实海鲜市场某鱼它也卖全新的，只不过只有那几个大卖家在卖。对于同一款游戏全新的光盘，某鱼和某宝或者其他平台价格都差不多。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在那里面搜索神秘海域 PS5， 就能出来很多游戏光盘，然后你找到卖家问他有没有这款游戏，或者搜索老头环 PS5 版，或者大表哥 PS4 版，这样都能找到卖游戏光盘的卖家。然后具体你想买什么样的游戏，就可以从那里面问商家，因为他有一些游戏是没有展示出来的。除了上面提到的电商平台，还有很多特殊平台，比如某某老猎人，在他那儿你可以购买光盘，然后以后还可以卖给他，他支持回收。你从别的地方买的光盘，他那也可以回收，只不过回收的价格会低一些，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买盘方式吧。其实价格都差不多。